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正式宣布，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2024年10月15日至17日在浙江宁波雪窦山召开，届时将有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各界嘉宾代表出席本次论坛，共襄盛举。本届世界佛教论坛以“同愿同行，和合共生”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主论坛、闭幕式等主要活动。本届论坛，我们将巩固和深化前五届论坛的成果，围绕“同愿同行，和合共生”这一主题呀，深入挖掘佛教文化精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展现佛教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认知共识与实践倡导，以论坛为平台，弘扬佛教慈悲和平教义，践行佛教智慧、平等、中道、圆融、利他的精神，为促进不同文明、不同信仰间的平等相待、和谐共存和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佛教的智慧和力量。